长好，我这边有一些问题想要提问。那第一题是因为中国要逼着美国对两岸关系表态，但就美国利益而言和台湾战略位置上，台湾若统一后会对美国会有什么样的威胁？如果两岸统一的话，中国大陆的势力呢就直接进入到了太平洋。那进入太平洋呢，当然他就控制了台湾海峡。如果控制台湾海峡的话，就会影响到国际的航运，影响到国际航运，那你控制台湾的话呢，还会影响到这个晶片的生产，同时呢会影响到国际的产业发展，而这个还只是在这个财经方面那我们刚刚提到了是说，如果美军跟解放军直接在太平洋接触的话，那当然双方之间的这种缓冲的这种空间呢，就相对的会减少很多。那所以我说这种情况呢，确实让美方以及很多的西方国家呢都非常的担心。那我想再请问，如果统一之后对韩国和日本会有什么影响？统一之后对韩国跟日本会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日本它的能源多半是从中东地区输入的，而台湾海峡呢，因为比较浅，所以呢，它的航行的这种安全度比较高，所以90%的日本能源呢，都会经过台湾海峡。那当然对韩国来讲也有相同类似的这种状况。那如果说统一前双方两边开战的话，那这个就会更加对于韩国跟日本有所影响了。影响在哪里呢？影响就在于说，如果两岸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军事冲突，那美国会不会介入？美国一介入的话，那中国会不会来攻击美国在韩国以及日本的军事基地？那这个东西就事情就闹大了。那这样子的话，那当然这个韩国跟日本他们又因为是美国的同盟国，那他们也必须有所反应。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力量如果说分散了，包括韩国的力量也包括日本的力量，那是不是给了北韩一个向南韩进攻的一个很好的借口？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好，下一题。好，那这边想再请问，台湾民众都说美国会因为这样保护台湾吗？美国保护台湾，我看这要分成两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就是他的意愿如何，第二个他的能力如何这两方面我是觉得说要分开来处理。意愿当然美方现在一直都把他的意愿表达得非常清楚，意思就是他们会来协助台湾。可是这里头又要看看说，如果你会，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当然我觉得说美方呢可能要花很大很大的精力要从他要把他的很多的军事设施啦，很多人员啦，士兵啦什么的，要从美国的本土，甚至包括从日本的韩国的他的基地这个运送到这个台湾海峡这边来。那当然这个他就会有很大的很高的成本这个是一个他有没有这个意愿跟能力的这个问题。那意思就是说还要看一个什么呢？还要看说，如果当时我们讲的比较这个浅显一点，天下太平的话，那美方他可以专注在台湾。反过来如果说当时是天下大乱，所谓天下大乱的意思呢，就是说美国可能求于应付，包括又是俄乌战争中东战争比如说朝鲜的这种情况什么等等，那他对于台湾这一块，那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来加以关注了。那所以我说，美国到底会不会来支援台湾？我倒觉得说，应该从这几个面向来分析，才能够比较精准的掌握。好，下一题。好，那想再请问，美国大选的选情，它会怎么影响美中之间的拉锯呢？美国大选的选情现在大概是呈现了一种情况
是说拜登呢、啊，因为他年纪也大了啊，他在国内的声望呢也并不是很高，而反过来呢，在共和党这边，川普前总统啊，他的声势呢可以说是在共和党内一枝独秀。而如果说把他们两个人拿过来做比较的话，川普的民调呢支持度啊，要比拜登啊大概要来的高出5-10%。那你说这个对拜登来讲有没有压力？那当然压力奇大无比啊。那所以说呢，这个就又更增加了拜登要跟中国啊来谋求和平的这个意愿。那所以我说，美国内部的啊，也就是说美国它的2024的大选，对于台湾、对于两岸之间呢，也是会有相当重大的影响。好，那这边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问一下汤院长的看法，现在台湾情势会怎么被牵动呢？我们是应该要选边站，还是我们应该要买武器？我觉得选边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因为现在的这个民进党政府呢，它是完全一面倒，倒向美国老大哥，那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大陆、对于北京这边来说的话，民进党束手无策，而且不但如此，还经常的恶化两岸关系，让双方呢兵凶战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可取的一个态度跟政策。我们对美国来讲当然是非常重要，而美国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要跟美国要保持良好的关系，要购买相当的武器，我觉得这一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是我们绝对不能够偏废大陆政策，也就是说我们在对大陆这块呢必须要有一些和平发展的这个策略，否则的话按照现在的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做法呢，他就应该把陆委会啊把它废掉，他要用外交部来处理两岸关系，因为他认为说这个根本就是外国嘛，中国人根本就是外国人嘛，这个是民进党的想法跟立场。可是你做得到吗？根本做不到。为什么？因为美国反对双方片面改变现状，所以说民进党呢，他现在也是陷入到了一个非常难以逃脱的困境。好，请大家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汤绍成的国际赛局呢，在 Smart 知识台与各位见面。